有请的这一位姑娘呢，据说她是被我们场上一个小伙给逼来的。哦，这咋还能用这种招数哈、啊、为啥呢？她说这小伙太不老实了，把我给逼来了。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姑娘呢？来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季红酒，我来自吉林长春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只愿做你的小太阳，金银财宝都不要。那个谢谢你能奔我来啊，挺好。人家是不是奔你来的？谁说奔你来了？就上场介绍的时候不说他要找全场上皮的吗？啊，你说我介绍的是吗？他是被一个小伙逼来的，是因为这个小伙太不老实了。不老实，我不老实啊，我真不老实。那你看谈一下这帮哥们们说，你说我老实不？老实。你成老实了。但是我就你到底啥人缘啊？你说谁知道了？来看一下，这16个小伙，看看对谁最感兴趣。那个你想要找他算账的那个再单独算，先看一下意中人啊。哎，没看错啊。嗯，那不是挺不老实的啊？他是挺不老实的。是他呀。嗯，不老实啊。不老实。看一圈啊，他还不老实？他老实吗？妈呀，他还不老实、啊、他不老实，我觉得挺老实的。他不老实？嗯，不老实。不是谁呀？鞋老王。咋的了？不老实。谁呀？哎，特别惊讶，他写完这个号问我是不是不老实，这次我没看出他们不老实啊。来看一下这个红娇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叫季红娇，今年24岁，是一名平面设计师。我每天的生活特别简单，就是从家到单位，再从单位到家。我不会唱，也不会跳，可能唯一的爱好就是赚钱了吧。我为啥这么努力赚钱呢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吧。小时候父亲生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从小就过了挺苦的日子。我在感情上也特别没有自我，曾经处了一个男朋友，挣了钱给他花，他还对我爱答不理的，老刺的我，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看到男生就躲，觉得男的没有一个好人。是谁呀？是我哈关帅。其实姐，我真感觉他好像真是奔我来了。你刚才短片我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，他从电脑上翻出电脑，完了说那个看到你的时候，第一个镜头就是我跟袁达哥，对吧？对，我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第一个镜头就是，完了还场上最不老实的，就是不管是别人看过咱们节目也好啊，还是什么也好，都是说我不老实。反正我就是感觉，我是有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准不准，但是我谢谢。因为有可能是我吧，但是在学艺动人的时候根本没往我们这边瞅，就是瞅的那边，完了这视频一播都明白咋回事了。明白啥咋回事了？我感觉应该是管帅的，就是应该是15号。要从病理上看，
关帅有点多动症，哎，他给台上就不老实，跟猴子来回去嘎嘎搓。所以说我感觉是关帅，我希望他俩能牵手成功。好，十号国新，我就想说句啥呢？我知道这人肯定不就不是我，为啥呢？因为我是最老实的一个。别扯了，你还最老实，还去过那哪儿呢？哎呀，我听这话有门儿啊！哎呦，立正了，支棱起来了。说你不老实，你还支棱起来了？你看看。